25日下午6时许，五月天官方微博发布一张五月天与易烊千玺的合影，似乎印证了之前传言的合作。五月天写道，在这样的盛夏酷暑奔波工作是一件不容易的事，欢迎易烊千玺来到台北。此前易烊千玺被爆出悄悄地从香港抵达台湾，而他距离上次来台湾已经2年了。幸运的女粉丝也在街头碰见本尊，还兴奋地形容他很帅很干净。有传言称近期易烊千玺会与五月天合作 MV， 舞迷和四叶草都表示非常期待。近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文称，来台湾旅游，在台北遇见了我的易烊千玺。据悉易烊千玺是为了不公开的工作行程而来，曾现身西门町拍摄。粉丝透露，一个镜头拍几次，好辛苦，非常棒。同时形容本人看起来很干净很帅，身材瘦高，和过去相比成熟了不少。不过由于此行工作项目尚未官方宣布，该粉丝基于守护偶像的立场，暂时没有公开现场照片。